这里是圣露西亚岛最北边的一个叫 Pigeon National Park， 哦，这个鸽子国家公园，哦，它这也是在海边啊，你看看到它的海啊，非常的，哦，这个面对宽阔的海域啊，它的浪就进来了，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水还是非常的清澈的哦，那这个沙滩，哦，也是白沙呀，贝壳沙呀。啊，水都非常清澈啊，非常漂亮哦。这个地方，我可以看到一堆的白人呢，这个观光客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大概所有加拿大、美国人，通通跑来这里度假啦哦。这个北美太冷了，来这里度假是最好的选择啊。哦，所以大家有机会要来这个圣露西亚，我们的邦交国啊，14个邦交国之一，圣露西亚非常漂亮。可以度假哦，这个享受阳光沙滩的一个地方哦，而且它的物价也没有很贵哦，没有很贵哦，大家可以欢迎来哦。